讲不讲？杨委员长，部长应该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哈、啊。其实有一点飘飘然。行政院大概所有部长，你今天得到的也是这一阵子啊，得到掌声最多的。没有，我想我这个不能用其他人当做这个 reference， 其实是并不理想啊。我希望就是说，这是一个跟院长也共同讨论做的决定，院长也做了很多的协助啊。现在很涨的哈、哦，不应该、就是、社会压力都很大。但是因为当然我们也必须肯定啊，啊，因为从整个过程当中，对整个这个学费的涨价，我个人认为你一直很客观的在看这些事情，所以安心稳定啊，其实已经把整个的氛围哈、啊，这些学生对这件事情看法的氛围都稳定下来。谢谢。但是我们也期待啊，对，因为刚刚部长也讲，你只是暂时的一个学期。对，我们也希望你讲的，你承诺了，就在这个短您这边在半年之内啊，对，要找出一个，对教育资源分配，对这个所有公平正义的这个，对这一些一个完整的一个配套的方案配套出来，我们也希望说那时候能够让大家满意，当然也必须要先到教育委员会来让大家理解，对对对，会，这一定、哦、这个部分获得你们支持。我想看这个趋势，你这个台大的这个杰出校友是没什么问题的、啊、哈。我不晓得，现在已经不敢想这个问题了。我想，我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前一阵子我们一直在检讨我们陆生来台的政策。那么我看到3月25，我们总统到这个民传呐、啊，也在重新谈这个问题。那么陆生来台，其实是因为台湾的高等教育产业啊，本身就有空间，那我们的生源不足。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希望找到一些优秀的一个竞争力的一个学生，完全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当我们在执行这个时候，我们效率看起来是从去年实施起来是不好的嘛、哦、所以你们说提出要检讨，而且我们看到大陆啊，他的这个对策也很快，对、哦、从前年开始他这个学用我们的学策就争取他们的这个争取我们这边学生，对，我不知道相对比较我们去年是收了他们多少学生，我们去年学位生收